十大博客看后市，韩伟乔威已经暴露主力意图，炒股就看权威、专业、及时、全面，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。11月21日消息，沪指早间维持震荡偏强走势，创业板指小幅冲高后回落翻绿，煤炭板块明显回暖，保险、银行、券商等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，稀土永磁、储能、北交所概念表现活跃，市场行情将步入赚钱蜜月期。虽然目前总体仍是小步上行，但热点会越多，大盘也会越来越强。明天沪市大盘股指向上反弹的盘中压力位分别3600点和3612点，强压力是3629点，回落调整的盘中支撑位分别是3587点和3573点，强支撑位3561点。